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这边参加我们的音乐会，大家非常的热情，我们都感受到了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晚上，第三首安可曲我们要为大家演唱的是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， 愿主赐福保护你，谢谢。